1月8日讯，杨丞琳昨天在台湾出席隐形眼镜记者会，向来身材平平的她秀出大玉佩示人，还难得的秀性感胸部，她笑颜真空上阵，全靠形象设计师在裙子内缝垫丰胸防走光。她尴尬地说希望活动尽快结束，化妆师说我的胸部看起来很像她老公的胸肌，